大家早安，早安，早安，早安。然后有蓝莓，是我要去住隔壁。大家好，こんにちは。Hello。现在要先来检查。我晚上前几个小时跟你说喷掉再做就好，我就换我自己。我知道啊，我想说奇怪，我只是去忙一下东西，怎么换聊天室突然一个大暴动，然后就看到又听到声音很难过很绝望，我说怎么了？然后赶快开上线。没有啦。东西喷光了啦，被炸掉了。我第一次知道苦力怕会把掉落物炸掉啊。会啊，一直都会啊。我一直以为它只会那个叫什么？就只是炸地形炸什么而已，是吗？对啊，我真的不知道会把掉落物炸掉。我以前更夸张。好，你说。你说没关系。以前不是萤火都是用地狱石下面这样搭火石吗？这样一直可以一直烧。那时候在弄的时候，刚点燃，苦力怕从后面炸下去，我的装备全部喷到那个火堆里面去。我靠！哎，可是我觉得很扯的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弄那个平滑石头吗？我听到啊，平滑石头没有被爆掉，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好好好。你的平滑石头放哪里？你的身上还是介符合里？好。介符盒，你是放在地上吗？介符盒还是你是放在包包里？没有，包包。好，那我跟你讲，好像介符盒受到破坏之后，里面的东西会喷出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先被炸一次，你东西喷出来之后，再炸一次，你东西不都没了吗？对啊。然后介符盒也被炸掉了，所以介符盒里面的东西喷出来了。事实证明，平滑石头比遇水障还硬。没有啦，你的御水装如果放在平滑那个介符盒里面也还是会活着哦。可是谁会想到？就是想不到啊。我那很错愕哎。我知道啊，是吧？我去拿平滑石头。晚上好。晚上好。就很扯的是蔡渣他找到他的东西耶，我有看到啊，下午的事情不是吗？哇，好扯哦！欸，韩文，你的惊叹号太多了哦，要乖一点哦。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说算了，喷掉就算了，可是越想越难过，我就哭出来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很难释怀？啊，玉水再帮你弄就好了啦。我说这不是那个感觉哈，你受伤就知道了。我懂了。对啊，失恋都觉得说啊，下一个会更好什么的，那个不一样，他不一样啊，每个都说不一样啊，之后自己受伤了。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哎，我的平滑石头呢？不是有烧几箱？有没有看有人整理？是你吗？我啊，哎，可是我这如果再丢到介符盒啊，我的介符盒呢？你不是爆掉了吗？不是啊，我那些多的，我把它丢到哪？
哦，我把它切成半砖，我看到。你太早切了吧？感谢小月的超级留言。我现在还有好几组，那个石头厂那边也还有。嗯。我们好一点，就是有时候洗完手会想要甩手甩笑的，就会觉得升天的感觉，就是感觉那样子。对啊，感谢小月超级留言。啊，我先过去啊。OK。嗯，抗火药水还要带吗？感觉真的不用喝了哎、欸。带个三瓶保个平安。带一瓶就好了，给你三瓶，喝气什么？我敲刺也要带过去了，不管，赶路需要，不然下去要再叠上来。昨天聊天室真的是整个暴动。有啊，你看，大家多，不是不是不是我的部分，菜渣的部分。不是，那是因为菜渣，因为那时候是你说你想要菜渣穿过的。对，我很自责，他就边飞边窜。对，然后我想说，哇靠，他太屌了吧，还敢这样子边飞边换哦。又下一秒他在切的时候发现不对不对，画面的速度有点快，然后本来想打字说赶快按 F3 之后他死。哦，那时候是想打字，在想说打字好还是赶快开吗？赶快按 F3 的时候他就摔死。直播会有延迟啦。对啊，所以我在想说要开麦吗？因为那时候我 又在忙，在用看台的。看，大家都是为了你，就是因为你这个小雷包。哎、欸欸、要说罪魁祸首是有希耶，他叫我下去的。哎、欸，等一下，不要射我，不要射我，我没穿装，等一下。哎、欸，哎、欸，哎、欸，我真的是每一次全喷掉都很惨哎，掉到虚空或者是被炸掉，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不友善啊！好不友善啊！哎、欸，我原本还……啊，你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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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危险。你还好吗？收到三只烈焰神，一个凋零，一个银鱿鱼的攻击，我好吗？好了，可以了，请说。靠腰。然后我前几天，哎、欸，不对，就大概昨天早上吧，我才跟朋友讲到说，我们这伺服器很多人都把鞘翅弄掉，我早上我鞘翅到现在都没弄掉。在讲啊，还不是很厉害。不过还好啦，东西找到，我比较不会那么难过。嗯。哎，我到了。所以就是跟你讲，有时候你们打招呼用拍那种很危险，懂了吧？我都在平地，没事。一样啦，啊、如果我手上拿 TNT 怎么办？TNT， 你放下也不会马上炸、啊。会啊，如果你吓到我，马上手速 1.0 有没有？一秒按6下 ，TNT 放个5颗，红之火把放下去啊，怎么办？都是因为你吓到我、啊、这样子。靠北，哎、欸，对啊，补到哪里？哪里？这边就补啊，看。对啊，你站这个位置，只要看到这种上面可以插火把都要补啊。嗯，好。对啊，所以才说啊，那敲刺带一带，那些带一带。啊带一带，等一下喷到岩浆，全部都。我看我先挂着去挑一下的滑鼠好了啦。可以啊，对啊。刚刚还有提醒说你滑鼠买了没？对耶。还没买。还没耶。怎么可以那么懒啊？不懒啊，我怎么可以那么累啊？不然测试一下，你打 SUB 看看啊。
咻咻！哦，对，那天跟你讲，我那天看 Google 啊，你用你的伤害啊，哎，打我们是固定的嘛？啊，如果我们把火球弹回去，它的伤害是1000滴血。哇哦！对，他好可怜啊。对呀、啊，想想那只兔子。哎，我就知道。你自己讲的啊，你又知道，你又知道你还。哦、我要知道，嗯，对，啊你现在不难过了啊？又不是昨天的那个蓝莓，你现在很开心了，秋海海。现在当然开心啊。对啊。你哭很久哎、欸，我真的哭很久哎、欸，我难过、欸。我知道你昨天的口气声音完全是真的是女孩被撕那个被渣男抛弃的那种声音，对啊，少女被渣男抛弃的声音、欸，完完全全干、啊、嘛？差点摔死。女孩的叫声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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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现在很不认真在看隔壁台。好、哦，抓到。我朋友在抽奖。抽明信片，我想到没有，我那时候填单，如果真的抽到我的话，我应该是刚刚想说我捐出去这样之类的。就是抽个好玩的。对啊，是占个名额，抽个好玩的。是不是要摔死了？不是，你是不是偷射我？我没有偷射你啊，我连哎、欸，对我没带弓哎。啊，对我那时候喷掉弓也是最后才做的。我没有，我的弓没带。我知道啊。我那时候就没带。哦。对啊。哦。我只有带三叉戟。哦。你要干什么？哎呦。你想干什么？你带三叉戟有何居心？不是不是，我说昨天我的那些我的弓还在，我是说我只是对我没有带那些出门。好，有没有带远程的出门？我忘记了，等一下我回去再拿。可是其实都弄成半砖没差吧？嗯，弄成弄半砖。那个平滑石头啊。嘿，怎么了？我说全部都弄半砖也没差啊，没差、啊，怎么了？那你刚才跟我说用太快，不是啊？你这样，你一个半一组半砖，你身上一组原石可以做两组半砖呢、欸。哦哦啊！哇、wow, ，你好聪明、啊，给我道歉，女人。对不起。哦，来地狱真的要带无限呢、欸。当然不想拿。哎、欸，我这次很乖了，我把那个剑的那个火焰附魔弄掉了。怎么弄？重用吧，是吗？对啊，就重用了、啊哦。可是弓还没啊，弓都有在重做的。哎，哦，有。对啊，虽然你是说遇水怕不怕火啊，可他，可是烧起来那画面很烦啊。为什么不耐炸？这比不耐炸。啊、拜托，黑曜石你丢在地上被炸也是没有好吗？那黑曜石不是防炸吗？不是啊，你黑曜石挖起来丢地上，那个炸的一样爆啊。啊。这我们的那个算式算出来了，遇水大于。平滑石头没有啊，平滑石头大于遇水、欸。昨天不是这样讲吗？哦，对对 对，我留下来只有平滑石头，啊、很白痴。
哦，你知道如果你的半砖补完之后，你可以按中间吸吗？中间吸就是你先让你的手上空的，然后你按一下那个对着半砖按中间。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哦，就是直接那个从包包里面拿出一样的东西 啊，这个我知道。哼，我已经知道了。嗯，所以那个船的事情。哎呀，我来谈谈保那个赔偿金。哎呀，呀，谈钱伤感情。所以你要付多少和解？我不知道。那一段精华一定会剪得很好笑。哪一段？你说你压死兔子的，然后我再打字说你家很暖，很冷，比较温暖。已经有人剪了啊，那个片段出来、啊。不是、啊，那是片段而已啊，不是整个精华、啊。完蛋。可是那个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哎呦。嗯，没事啦，那个就讲一辈子而已，不会怎样。会怎么样、嗯？不会啊，这样就是会挂着一个形象在你身上嘛，对不对？大屁股吗？我不想要。很会生啊。我没有打算生小孩。哦、很会孵蛋啊。好肥哦。很快又没了。哦，原本下午想挖的，可是太热了。一切都是太热了，我有挖一点，就一点。嗯，然后我应该要把那个从石头改成泥土或木箱，因为你在挖的时候一直把石砖挖掉，你懂吗？嘿，你懂吗？嘿，懂什么？就是你把石砖挖掉，造成说里面常常会挖到鹅卵石啊什么的。啊、然后你要回头啊，怪我咯。没有，我没有，是我的问题。嗯。为什么蔡家他开牧场物语，可是挂 Minecraft 的标签？你跟他讲啊。讲一下。哦，他开台了、哦。对啊。他是不想玩。哎、欸，你盖到哪了？你铺到哪里了？等一下，我在一个神秘的地方。嗯，我知道，刚好看到你。想说这边怎么好像不一般而已。牧场物语哪个、啊、Switch 的吗？应该是吧。我想说，对啊，怎么我看那个 Twitch 的那个旁边是挂麦块？所以麦块分类才会有人点进来看吧？我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正常。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正常来讲怎样？不是啊，你看哦、喔，不能这样子。谁说的不是？其实可以。是啊、喔，那我是不应该讲。没有啊，不是，这就是怎么说？这很难解释哎、欸。找不到分类的话可以用。那当然相信，我相信蔡渣应该是忘记的，他才不是这种人嘞、欸。我知道他不是，所以我才对啊。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对啊，他才不会为了一点点钱。让自己的台被 ban 掉呢？对啊，你看他那个牛，他都那么抗拒，不想拍、欸。牛，那个牛，那只是很可怜的牛、嗯。不是啊，你扑到哪边啊？我有点难配合你。我在有营养液，等一下。好呀，我刚刚我看到你哦，因为你刚刚这个，你刚刚这边扑一半啊，我想要过来帮你，结果你不见了。哦。我看一下你在哪哦，我看到你了，嗨、哦，我也忘记我刚在哪嘞，就这里呀、啊，你刚扑到这边，然后突然不见了，越扑越过去，有啦，你刚刚就不见了，我会骗你吗？宇智波骗你，没事，有点难笑，对不起，为什么这边的地形长这样、啊？请问目前在盖什么？为什么压制生怪？没有，就尽量让凋零比较会生一点、啊、你说怎样？我说这边地形长得好烦哦。你等一下，那个熔岩那个什么熔岩史莱姆地形不是更酷？
可是他那个还好吧，他不会到长成这样子啊。没有，他就他一层一层的，哎，一冲一冲的。哦，那你附上面，那我看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应该抹药水放身上？岩浆那边也要铺吼。没有，是抽到我了。还没来。嘿。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人就多嘛，要怎么办？你来啊！气死！啊！我人就多，我也只能用这个方式啊！线上抽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没有啊，原来只是点名而已哦。会抽奖抽到我了嘞！我想说，我这么非洲，怎么会抽到？白痴哦！好，没事，我回来了。欢迎回来。然后抽到我了哈，我在。被骗了。然后啊，蓝莓。嘿。等下还有地方要。那地方等再晚一点吧。哪里？等等，我现在在岩浆海。天花板。啊。你在岩浆海？对啊。你在里面游泳？你太冷了是不是？跟你家一样吗？没有啊，不是啊，我在铺啊，这边不是也要铺吗？靠北啊！我以为你在铺，我以为你泡在里面了，你在靠北什么？我刚刚真的是泡在里面啊，我才喝抗火药水啊，那我怕我不然是摔下去，我现在不是遇水，我现在是钻石哦。啊！啊！那我的给你好了。不要，不需要。我的抗火药水给你好了。我有啊，我带了两瓶，我带三瓶哎、欸。哪像你只带一瓶，一瓶就够了、啊，够不够？怕啥啦？怕啥？啊，好痛哦、喔！苏布林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打人可以这么痛？然后我今天刚刚我在找玉水，然后你猜我找到几个？嗯，哎、欸，夏诺英，哎呀，你不要过来啦！你快你的台啦，靠腰。哎，那其实地狱这样整地真的是看得很疗愈。对啊，你看地狱里面也有一层白白的雪。很丑的雪啊！这边，哎、欸，这边啊，蓝莓啊，啊，你觉得这一块是要挖掉好呢，还是补高好呢？在哪里？可以做小山丘，挖掉它。好，我们来挖啊！其实我哎、欸，在做吗？那直接把它铲平，好像应该没差哦。对啊。那铲到跟那个我们盖那个一样就好了吧？对呀、啊，应该就不会深了。好吧、啊，好吧、啊。去你的！我好了。你好了。铺好了。铺什么？你知道挖掉吗？我又变铺了。我挖掉又铺回去啦。为什么？不是这样吗？不是，我是说那一整层是要挖掉好还是怎样？你觉得嘞？可是我们不是铺好了吗？那、啊、可以再挖掉啊。可是我都铺好了，我不想挖掉。哇，你浴火焚身哎！你现在好像很弱哦，我是不是打得死你啊？好、啊，打得死不会，我觉得好像不好说哎。要打他干嘛？哦，那我不跳了。打他。不会痛哎、欸！哦，真的哈、哦，嗯，我可以开始喽。好，来吧，一颗，那就好了、啊。这好猛哦，好扯哦。那根本不用浴水啊，那浴水干嘛？就是不怕烧而已啊。
我想我不想被骚啊。算了，晚点。嗨。再来弄花，又来晚点。晚上好，晚上好。不是啊，弄一出现，猪兵就来咬我。我刚刚差点讲成说诺英，哎、欸，说朱布林诺英就来咬我。梅哥，你在干嘛？梅哥，铺石头啊，不然呢？哦，换我干嘛？吃石头？好啊，不要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其实这里挖掉比较好哦，梅哥。好挖挖，哪是不挖挖？想说你都超前部署呢，超音感美舒服。嗯，我打不到他。你继续挨打好了啦，他也会受伤啊。哦，真的？好啊，因为你有尖刺啊。他死掉了，还没啦，躲起来。来啊，打我啊！然后又作死哦，发现。打我啊，打我啊！哎，他死掉了。啊！凋零！啊啊啊啊！哎、欸，干嘛？没事，我要死了。在哪里？凋零在哪？被我打死了，没有掉头。瞧你叫的跟小女孩似的，我本来就是小女孩。嗯，你什么？有质疑呀？没有，不是不是，我在思考的东西。这也是啊！不要死我！我不怕他，等一下。吓死了。没有，我不会死。可是那只猎手，我打不到他。上面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是不是皮痒了？我想跟你说，在上面，请帮我打他，我打不到他。哎、欸，对，就这样。耶、yeah ，是皮痒了。对，赶紧打他。哇，大家看好舒服啊、哦！不要挖掉，还是可以直接把玄武岩给铲平啊？你要吗？也可以啊。那我去砍好了。不是那边，好，你加油。为什么不
不是，不要把附近的铲掉就好了吗？可是我们还有更多东西要铲，对吧？要补平，你先补那边没有用啊。哦，真假的？还有哪里？啊、地狱，其实整个地狱碉堡也可以补啊。你懂吗？非十字路口的碉堡也可以补。好。阿姨来。有没有米粉在啊？你们家的米娅有没有在聊天室啊？还是她有在开台？No pen, no pen。狐狸安安，破羊安。唉，气性不会跑走、哦。什么气？你知道叹气的话。唉，难怪兔子都被我戳死。你关我屁事哦！呀、yeah, ，你，哎、欸，我没有那个，那个，没有搬砖了，切一点，这样子有一些。欸、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样用超快、欸。是啊，你说是啊。好了。哎、欸，我现在讲那个，我居然没讲话，还会不会有那个杂音啊？不会啊，你要讲话才会有嘶嘶的声音啊。真假的？对啊。等我一下啊。哎呀。嗯，阿酱嘞？麻将，麻将怎样？我说酱嘞，这样嘞。怎样？还会有吗？讲话。啊啊啊啊啊！不在你去哪里？没有了。哦耶！你这麦克风啊！等下！不是啦，贝。没事，他被我打，他被我弹到死了。会，哇！他掉两滴把塞猴啊、欸，哎、哦，租人交易所，很痛、啊。他们那天在用村的金交易啊。哦，哎、欸，有烤猪肉哎、欸，拿走。我很早之前就跟他们讲说金很有用，先不要跟他交易。啊，他们说是玩得很开心。哼，我现在金好缺，我到时候还要去挖。对啊。哎、欸，以前真的看到金连挖都不想挖，现在哦要挖要挖。会缺金就是主要在用繁殖所啊，不然其实不会缺啊。其实什么都会缺嘛，像你看，以前青金石也不会缺啊。对啊，以前青金石跟黄金都是垃圾啊。对啊，红石什么的根本不屑，那么垃圾什么的。对对对。
蓝莓啊，怎么了，繁星爷爷？这一条路其实要挖掉啊。哪一条？地兜里啊？干嘛？又摔了。等一下，我的烟火，我的烟火，等一下，我挖我的，挖我的，挖我的，慢慢叫，慢慢叫，慢慢叫，不要再射我了啊啊！我赢了。你在哪里啊？嗯，还没。好。哇！这里怎么长这样？啊！你嘞？不是问在哪里？对啊，哦，我看到你了。嗨嗨嗨，哪条路？这里啊，这一面也要挖掉。要挖到哪里啊？挖通啊，那对面也是十字路啊，还是不然就是我们就集中在这边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啊、我就挖。我就挖，我就挖，嗯，所以菜渣还会想玩太空狼人杀吗？我不知道哎、欸。嗯。你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他。我问吗？你是女生啊。等等吧。啊！谁？太远了吧，从那边射哎、欸。好，怎么可以这样？我是女生哎、欸，怎么会这样射？你看吧，这、其实这个哦，随便随便，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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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嘛，干嘛？没有事，没事没事。我挖错了吗？你可以说啊。你挖没有啊？因为你没挖，不是你挖错，因为你没有挖。我没有挖什么？对面啦。哦，我那就挖。你就说你补了，你不想挖，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你说你说你说啊！没事啦，还往低处游。啊！我的抗火，你要死了！抗火，再喝一瓶。你看，我就说要多带一瓶呗、欸。不是啊，是因为你怕火啊。你跟我一样，就是中暑，然后不是中暑啦，过热、燥热，没有的没的，你才焚身啦。啊，你挖了没？等一下，丢垃圾，垃圾很多。哦。我以为你会接什么，顺便把我自己给丢掉之类的话。嗯，那种话已经讲腻了，好吗？讲腻的话就没有必要再讲了、啊，讲太腻很没梗。那兔子不用讲了吧？那不行，那是新的东西。靠，你知道我每次讲一次，其实我心里都藏着心，你知道吗？我其实很难过。那你不要讲，我们不要那个嘛，对不对？不是，就是要汲取教训，懂吗？这种东西不能去遗忘它，要饮水思源。我以后看到兔子，我绝对不会去接近它。嗯。把它挖到跟那个一样平就好了吧。对啊，如果你想要好看一点的话，而且视野广一点也比较好。你搞不好那个凋零藏在那个建筑后面。OK。对啊，没办法，没有想要做全自动，我们就手动跑一跑来打就好了，辛苦一点。因为全自动的话，要的材料有点难取，而且全自动你真的生怪压制要压得更完美。我们就辛苦一点，用手工打出豆浆。
豆浆好喝啊，你不喝豆浆吗？喝啊，我也是健身后才开始喜欢喝豆浆啊，不然以前都喝米浆。米浆要喝热的。没有欸。可是我觉得冰的喝起来怪怪的，口感不喜欢。你是说因为有好像块状的东西吗？对对对对对。哎、欸，没什么。没有，我在思考那一块是该挖还是不该挖。哪块、啊？好像是该这一块，我现在在刮这一块，好像都该挖哦，把这一层铲平，应该就好了。我从下面杀、哦。撒毁啊！怎么都是生枯工啊？凋零嘞！因为你没有诚心诚意的祈祷，你要诚心诚意祈祷，它就会出来。哦，我要提了、哦，你逼我的。不能这样哎、欸！再想一下、欸，想一下，想一下什么台词吗？不能。可怜的兔兔，就这样。被压死在屁股之下啦！那也不算屁股，那是方块。你屁股挤到它不是吗？不是我挤到它，是方块挤到它。那就是屁股了啊！那不是。那你请问你麦块的人物，你屁股是不是块状？不是。是，来来来，你蹲给我看，我要看到完美的 body 跟曲线。来来来来，你蹲给我看，你蹲得出来，我以后不提。那可能要装模组。你是说该不会装的时候连胸部都是端一端的那种吧？对对对对对，好恶心。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哎，没什么，没有，反正这两层差一层，对，要再铲一层。我已经在铲了、啊，我也在铲啊。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经验要打猪人会有经验吗？有啊，要经验修补是吧？你知道修装备是不是？对啊。你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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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啊啊啊！为什么？哦，来啊，打架！我去帮他们。不行不行不行！繁星参战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你来我这，你来我这，你来我这，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来，太聪明了。因为你炸我，因为你炸我。他怎么没了？当然喽，我谁啊？不能这样哎、欸，我看到了，不能这样哎、欸。我怕你打不到啊。反正你没中、欸，反而是你老公中的，笑死。没事，没事。我死了！等一下，我要死了！来，请大声的念，再来！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对不起。他们会记仇多久啊？附近还有的话，就会记仇下去啊！哎，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再点高，梅哥，点高，梅哥！等下个朱布里，我先帮你打他，等下把你射下去。我只是想修装备，还在气耶！不能这样玩哎、欸，有不能這樣，你们都、欸、太远了吧，太远了吧！哎、欸，打不完哎、欸、你。等一下，哎、欸，你等一下，撑一下，你撑一下，练练神，练练神，你给我盾局一下。我没有盾，我期待。好了好了好了，危机解除。欸、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什么见面会吗？哦，听说你换衣服了嘛？
没事没事，我慢慢打。哎、欸，真的都没凋零哎，哭啊！哎、欸，又生了，又生了，又生了！哇，人工的黄金农场就是你了。没了吧？没有啊，还有吗？这次还在看你。那小只的我打不到，一只啦，他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了。哦哦哦哦哦，附魔的，哎呦哎呦，很凶很凶，就凶哎、欸、就凶哎、欸，对对对，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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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咩打咩打咩哟！哎、欸，不是，他这个也记太久了吧？哎、欸，人生苦短，何必这样？哇！阿秋，快醒救我、欸！你不行了是不是？你等我一下，我这边很刺激。你要不要看？他们都从远方。我知道啊，打不完啊！你就白痴，你手上是不是不死克星？我没有啊。要不死克星打他们跳砍一下就死了，他们会叫都叫不出来就死了、啊。我在不，你怎么你真的打不完呢、欸？哎、欸，我记得以前地狱不是你的队友打了他也会一起揍吗？现在不会了。那个是要我离开这里之后。你离开啦，你离开之后他们才会仇恨死在我这边、哦、太远了吧，怎么办？哎、欸、我不行，我忘记换那个，哎、欸、好了，不要再来了，游戏不是这样玩的。我可以下去吗？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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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来了，哪里？我这里，我这里。守护女神 Round 3。 啊，有人在那边乱啊。怎么办？有一堆了吗？打、啊、看有没有跳砍让他们叫不出来。他们只要叫他们就会过来哦。对啊，就是因为你打到他会痛，他们会痛就是会叫，会叫就会吸引更多的东西过来，懂了吗？好像安全了。好啊，那你打、啊。好，我下来了，应该没事了啦。我怎么知道啊？对对，我怎么知道啊？肯定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半径三百格，什么半径三百格啦？一二八格而已的。三百格，我是不是就不用活？三百格。那个不要，三百格失误，那些完全是冻结的你。你三百格说啊，凋零骷髅，还射你，他还射你，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穿装，我穿装，哎、欸欸，你看他不会记我仇了。你看、啊，你看像这样子啊，一二，看完全没有疼痛的死去。怎么了？丢个，没有，我要丢垃圾。哎、欸，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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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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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放快点，我没有放快。没了没了没了，目前安全，目前安全。你快跑！你快跑！你怎么一半砖啊？哇！哇！我们刚刚不是才说好和平的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要不要拿大的方块？我没有方块了、欸，箱子里有啊。我有，我有，我身上有了，我有了，我有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应该吧？那、啊、你他妈在耍我？哎、欸，可是他刚刚就有一只就没有做。对啊，我想说没事，他突然看到两三只冲过来。对啊，都是我问题啊。哎哎哎哎，不干我的事、欸、啊！怎么又有了？啊！我眼泪流出来了，等一下。不是，重点是我刚刚吓到我还往岩浆那边跑。那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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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该离开，然后把虫子植到在你身上？哎哎哎，跳！等一下！你永远在打你啦！你永远在打你啦！等一下，不要不要不要！我做鸡腿，你下来！哎，没猪人了，我安全了。嗯，没事没事 ，OK 了，和平和平。猪人来了，猪人来了。没有没有，他跟我很霸气，对不对？你不要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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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不要打他。那我不要打他。我不要打他，他会打我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是霸气吗？哎、欸、哎、欸，来来来，禁岩浆，禁岩浆，来来来。他不怕烫啊？你低能哦。哦，真假的？真的啊。白痴、喔，你砍他，你砍他。我砍他干嘛？你们不是霸气。那、啊、你朋友哎、欸啊？等一下，呛到！等一下，我眼睛好痛哦、喔！干、啊、嘛？你又干嘛了？你又干嘛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状况那么多、喔？等一下，呛到了！我眼睛好痛哦、喔！真假的？你没事吧？等一下，保护你。等一下，进去。我没事，我比你还没事哦、喔。不用不用不用，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啊！你妈啦，安全，安全呢、啊？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我不会被打了，不会被打了。OK OK OK。啊，我不会玩啊。僵尸化朱布林愤怒的呼噜声，你小心一点哦、喔。提示在那边讲哦。啊，在上面，在上面，欸、又要空降了吗？那哪里？楼上，楼上。升怪塔，升怪塔，升怪塔，升怪塔。他说啊啊啊啊！什么东西？猎人神，猎人神，猎人神。哦哦哦哦！你注意一下身，你要装备耐久都要注意哦、喔。没事没事，他很硬。我是不知道啦。他蛮硬的啦，可以啦。拜托，我胡子给的、啊，所以嘞，被炸一下车不见呐、啊，胡子给的。不是，这里不会有苦力怕啊、哦。你用你的东西也是爆炸啊。哎、欸，我都听到。啊啊啊！哎、欸，三波三波三波，第三波猪人过去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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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有金锭剑。哎、欸，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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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你完了，你是完蛋，你快跑你快跑。跟你讲，拿拳钻在手上，你拿半钻。我看到更吸引我的东西，等一下哦、喔。等一下，我要保护自己。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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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凋零嘞，我看到凋零的啊，凋零骷髅嘞。好了，我保护好我自己，没事。救我！他们在保护你，他们是蓝莓骑士团。他们在用他们的剑在保护我，谢谢哦、喔，太多了。他们走了吗？我让他们走了啦。好。谢谢。来的废物。你注意右下角的那个啊，生气声啊。我没有，我没有开啊。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没事没事，安全安全。吗？哎、欸，有僵尸哎、欸！这个几率真的很猛哎、欸。不要啦！哦哟。哦哟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这样子，他妈的不要喷死，跟你讲。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知道了，我不相信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你快飞，你快飞，你快飞，先飞起来，先叠起来。我看到哦。好烫，好烫，好烫，要死，要死！等一下！你叠高，你叠高，你叠高，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不打我、欸，干嘛？不是，我刚刚想说我飞上去嘛，然后他们就会跟我，然后我们就会摔下去，摔死。摔个头啊！你要飞慢一点啊！你飞那么快。然后我往后看，然后我飞到岩浆海里面啊啊！那里有猪人塔了，那边有三只猪人在悬崖边。怎么办啊？我今天是不是不适合玩游戏啊？今天你昨天也不适合哦。哎、欸，越来越多，不是，繁星，我来了。哎、欸，补不完呐、啊。是，还是你有不死克星？你借 我就是用不死克星啊。那你借我。你下来、啊。喊他们。你下来、啊。哎、欸，你后面。嗨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猪人，我不怕你们了。等一下，村庄。打了啦！啊啊啊！嘿，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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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力量了啊！还有猪人吗？来啊！嘿，好啦，开始补了没？闹剧闹完了没？好了吧，没了吧，应该不会来了吧？我没看到愤怒声的啊！哎、欸，他摔死了！哎、欸，还在生气耶、欸？没事没事，安全安全，他们是骂鸡。好了好了，应该可以了，还你。那么快啊？嗯，我相信我跟对不起。我要跑了，我要跑了，我要跑了，有点多，有点多。又一又一又一，有了，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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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快跑，你先跑，你先跑，跑起来，跑起来！妈的！你等下把他关在里面，跟你讲。好了，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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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真的吗？真的啦。好，我欸、等一下，怎么又来了？等一下哦。啊！后面，后面，救我！下拉。我们不是骂鸡吗？好累、哦。应该没了。没你个头啦，蓝莓都没有，没了，没了，啊，又来了啦，怎么办？拒绝他、啊。我怎么拒绝他？我拒绝不了，救我！等下我 Q 给你，你没有来不及捡的话，被他 Q 捡走了。啊！白痴哦。没事了吧？好像还有哎、欸，在哪里啊？上面啊，不是上面，他自己要先干掉，不然他会一直叫啊。那我要怎么干掉啊？我在干他啦。那你那个刀借我。没了吧？应该是没了。啊。红豆泥。看他打谁？打我的话应该安全。他好像是看你、欸。看你耶，白痴！上面还一只。那你，哎、欸，又一，那你，那我飞上去把他们干掉。好啊。你看，哎、欸，我会飞吗？我不会飞，我会飞了。你看谁？
你看我哎、欸，你敢看我？哎！啊！等一下，我要死！你快吃那手拿鸡蛋要干嘛？你要丢他们哦、喔！我在吃。哦呦，为什么又是看我啦？哦呦！我也是很累的啦。对不起，我不应该招惹猪人的。哎、欸，他们有一些往你那边去了。我知道啊。你上面还在没干掉、喔？哎、欸，我刚干掉呢。摔死了，还没、哦。那没事吧？安全吗？然后那是小猪人，是不是在搞死？哎，好了，我们可以继续铺了。好了。耶、yeah ！哇，我刷到了一组多的精力耶！谢谢那个小镇的平安，感谢繁星小女警的努力。其实。啊！我们刚刚很刺激。嗯？想杀我吗？谁想杀你？我下面会有猪人，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啊，你如果没有在打 PVP 什么话，其实不死氪星就够了啊。因为不死氪星跟锋利差太多了。但是打猎人神跟史莱地狱史莱姆又很白目。白目。对啊。外送三坐标。外送三坐标。应该先不用外送。你用讲的吧，他应该有在听吧。哦对哦，应该不用外送，我相信我跟猪人是朋友了。欸、我们经过今天的爱的纠缠纠葛，我们已经。欸、小心又来了。没有啦，安全的啦。哦真的。我就是刚刚就是上面那个没有弄掉，跟远方的小猪人在搞。嗯，你看，我跟猪人，我们已经是骂起了，我们重回以前的关系了。好，那我不再救你了。嗯，还是要救一下啦。错你们。啊，不行，笑到呛到，等一下。我挖完之后完全不生了啊。反正继续搞吧，搞起来！我手还好吗？啊，他就跟菜渣一样喜欢作死啊！哎、欸，不是，哎、欸、是，不一样。哎、欸，哪里不一样？我是受欢迎。哦。呀、yeah。哦。然后我猜你又要讲兔兔的事情。那、啊、你怎么也欢迎去死？欢迎去死啦！那个欢迎。欢迎去死呀！我们看到昨天一个东西，嗯，好像是谁，哪个 V 在那哭啊？船长啊，然后就是有人说你洗的烤，好凶哦！我等下贴给你看，不是，但是台湾的那个本土剧，然后他的梗就是洗的烤，我知道那是超力气戏啊，这什么曲子的那个，对啊，快离开我好保护我、哦！哎、欸，凋零骷髅，
教了吗？实践大学。哎、欸，等一下啊、哦，有朱布林哦，一群朱布林哦。你可以的，你是个成熟的翻新二。要救你吗？我来救你了，换我救你了，啊，是啊，啊，打他很雷，人呢？哈，呵啊，呵啊，锋利斧配不死克星剑，对啊，所以我是这样子打的啊，对，啊啊，完蛋，我打到出人了。你他妈你爽没？你打爽没？你过来好不好？你那边怎么救的、啊？不是，你听我解释。我刚想说打死人，我打得很开心，打到一半我发现我打的人不对。那就你在嘞！完蛋了，我要没朋友了。哎、欸，有凋零，有凋零。你怎么敢这样打、啊？嗯？你怎么敢这样打？不然呢？哎、欸，后面又敌又是打谁？来，史莱姆加油，再跳，跳起来！对，哎呀，差一点点，你不要打我，你会死哦。翻新。干嘛啦？我在跟另外一个朋友玩啊。不要跟他玩了。他在打我啊！我不跟他玩啊。那我跟你玩，我帮你把下面东西挖掉。来来，朱布林，我帮你们盖路上去哦。来这边，对对对对对，来这边，来跑酷训练班，来这边，来来来来来，走这边。唔知，嗨、哦，很雷、欸，怎么了？干嘛？什么东西？他怎么把自己包起来啊？贱人，贱人。可以吧，那就不要用啊。哎，我回来了，如何？嗯，还是粉丝见面会吗？嗯，看起来是呢。对啊，还有僵尸哎、欸。嗯。笑、喔。对，然后走这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一下、喔。来走这里。哎、欸、哎、欸，你在帮他们呢、啊？哇，你才知道哦！等一下了。死光了啦！真的？真的啦！下来了。啊、哎，还有哎、欸，不过还有订阅、啊。不死克星的附魔要刷不死克星。不死克星，如果你要打怪，就是一样啊，除了击退跟那个啊，燃烧。耐久。不死耐久精修掠夺很少。掠夺很少，还有嘞，就这样。你笑吧，我再帮你打。不死克星耐久修补掠夺哦，他帮我打出来了。然后名字，你娘嘞，帮你打怪。谢谢你。好了，是什么？
我推你会不会有叫啊？会吧。那推咯。等一下啊，垃圾。你叫我什么？等一下，垃圾。不是不是，你说我是垃圾。不是，你说我是垃圾。等一下，我垃圾。啊？不是，我是说，等一下，垃圾，我要丢垃圾。你没有说。我忘记手讲，我手讲等一下，我很抱歉。哎、欸，会痛。猪人哦。我啦。哦，你说我是猪人哦？不是。救你了、哦。要救啦！救你干嘛、啊？我们的工程。哎、欸，我有帮忙。好，这边不用。是吗？可是因为你这边不会生凋零，只会生猪人。猪人跟烈焰石干嘛？啊、都补了。到底要怎样、啊？你才想怎样呢？你每次都说啊，可是我补了哎、欸，我补了就算了，补了就算了。你到底想怎样？你才想怎样吧？反正我问一下哦，父母一加一乘二之后。什么叫重置啊、嗯？重置会跟原本的二不一样吗？什么意思？什么叫重？哦，权重啊，还是权重？给、欸、他打什么？我看不懂。他在生气了。好奇奇奇奇奇，他是指那个吧？就是附魔不是？你越付越多东西，掉的等级不是越来越高啊？不是最多只能四十等吗？嗯，然后嘞？是啊，他是问这个吧？应该吧？啊，权重是什么意思？权重？权重啊？可以打中文吗？就是他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等比例的概念，就是父母有所谓的群众值，全部不能。哦，对啊，没错啊，所以我一本书已经烂掉了啊，他就说太贵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书全部叠在一起，从装备开始叠会比较好。你全部都用书的话，你要死了。嗯。走，等一下，嘿，我死定了，我真的死定了，我真的要死定了，等一下，所以讲回来，一本书一变二等于书，跟一本天生就二的书全是哦不一样。哦，早讲嘛，原来是指这个、哦。哼，我来了，你去哪里啦？我要让他摔死哦，好。应该说一件物品最多在同一件物品附贴在60呀。我没有鸡腿了，等一下。没鸡腿了，还剩10块牛排。哎！哦呦，我不是马吉吗？哦呦呦，他们是天蝎座干。没有啦，开玩笑的。那也很屌哎、欸，全世界的猪人都是天蝎座。没有啦，我也是天蝎座，哈哈。哎、欸，换我了、欸，换我了、欸，你去做你的事。哈哈哈哈。你交给我。耶、yeah! ！因为我的急退二伤了，所以变成不要急退哦，好，没事。你干嘛？
你打到他，你又打到人了，是不是？不是，我摔下去了，等一下。哎，不是有烟火。等一下，不是，这边有点，我不知道路。不是啊，等一下，你走另外一边啊。不是，我走下来，你走下去就看得到我了。你不要蹲，你往下走。往下走。对。下面没路啊。有啊，我看到你的 ID 啊。不然你们看，抬头。嘿嘿嘿，就在这边。我拿走啦。你过头了啦。哪里？这里。不是啊。啊，你打啊，他被自己打死。等一下。哦，受不了，抬头，回头。啊，我要死了。等一下，呀，飞上去吗？你没翘翅啊！你现在没翘翅啊！好了，我可以飞。等一下，不要打我！你快过来，你就快过来。好，不要燃烧。你快过来。好，我在跑。有掉到岩浆吗？没有，很安全。好，哎、欸，我顺便拿个鸡腿。好了，五分钟哦，你快一点哦。好、啊，来了，你为什么帮我捡起来？我身上很慢哎、欸，我要捡哦、啊，好吧。不要，我来了。等一下。好啦，先最贵重的是不是鞘翅稿子？全部都很贵重，他们全部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我觉得都没有哎、欸，你一点都不在乎他，你一点都不尊重他。我很尊重他、啊。我让我的生命捍卫着他们、欸，你看我捍卫到我死掉了，合逻辑吧？没地，你懂海吗？你知道懂海，海就会帮助你。对啊，你懂夫人吗、啊？你一定不懂。我懂啊，可是他们不懂我啊。因为你没帮助他们啊，你没有利用价值。好悲哦、喔！哇，我把鞘翅扔掉，不行，算是备用的。煮水，听海哭的声音。怎么是谁、欸？他们就不会打我，对不对？我来了，我要怎么捡我的东西？赶快帮你捡的啦，低能儿。是揍我吗？我不是哎、欸，你要死了，你要死了！打扫没啦，现在很火大啦。你那个箱子有鞘翅，你拿。好，等一下、啊。然后等一下烟火在我身上，因为我丢地上了。噔噔噔噔噔噔，有吗？有。啊，理论上能捡的装备我都捡了。你把那些道具带走干嘛啦？我就把那些垃圾丢进去，你还丢拿出来眼泪那些啦。哦，你在喝哦。好，对不起。你赶快下去捡、欸、东西，还没捡完啦。哦，还有空合成哦，哦，哎、欸，捡到了，白痴哦、欸！我以为你都捡，我还想说什么？我跟你讲说，你赶快下去捡，这边交给我。啊、哦！我要怎么上去？等一下，你应该现在啊，你没烟火、哦，六个，那就飞上来啊！好。好啦，分一半进去了。耶、yeah ，垃圾。你在骂我？他打你，他打你。怎么可能？我们是骂鸡耶，你看对不对？哈啊！
麻吉，喂麻吉，对，喂麻吉，自备后卫。我跟你讲，你挖掉这个，他们一样也很恨你。跟你讲，你不能在猪人面前挖这个，这是假的啦。猪人等下在那边啊，这是猪布林，不能在他面前挖这个啊。猪布兽可以，不，僵尸猪布林可以。那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跳舞吧。来，准备开始哦！红桃姐姐，快一起摇！白痴哦，摔下来了。黑桃妹妹，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和地也老，做一个午后。对。那我知道了，是说朱布林啊，刚讲错了。哦，越来越多了。哎、欸，其实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盖一个很有效率的神怪塔，你知道吗？就是就盖一个盒子，然后你只要打一下，猪人就会拼命的掉下来。你懂吗？你看这个效率，我们的黄金就一大堆金锭了，这也很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看，哇，又升了上面，哎呀，你看楼上，哎呦，又掉下来了，那边，是不是很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英雄救美，你快跑，火力忍者来打你了。你不要往我这跑，他白痴，我在干死你！不是啊啊啊啊！你带，我没有方块，我没有方块。等一下，我好像不用挖金了。好累哦。等一下休息好了啦，先这样子好了。我今天的体力用光了，我这样一周的体力已经，然后运动量够了。哎、欸，等一下，不要我，哎、欸，我今天真的是。想要好好的盖完地狱，哎，就上面给瞧啊！哎，不是，哎，不是，难道是我吗？不是，我要真的讲，我这第一二次有打他们，我后面我真的都没打他们，我发誓。那怪我咯，那是我的错咯。不是，第一二次，一二次就够了吧？那怎么又生僵尸啊？死了，他们的仇恨值应该不会有啦，怎么会有嘞？我不会哟。来一首歌，我们听，我们听。干爹汤，你还敢背对着走啊？哇哇，每个就是每个就是不一样哎、欸。等一下。你又怎么了啦？就你状况好多、喔。哎、欸，我今天真的是。欸、梅哥又来了，梅哥。没有，他追你，那是追你。啊，那边那两个，你要不要看一下？救我！救他回啦！砍他吗？你看梅哥动不动就要砍人。不是我，他们要砍我哎、欸。啊，所以嘞，你们不是骂鸡吗？没有啊，我不骂鸡了，我不敢讲了。好了，没事了，安全了。梅哥又来了，梅哥，我看到了。哦哟，不要丢你面了啦，垃圾东西。梅哥，打一下。哦，你打。哇，你看这一趟我们有43个金锭的哎，干嘛去挖矿？对不对？有梅哥在。梅哥。华哥。
真的不用挖矿啊！我刚才想说要去挖金，真的不用挖、啊，反正不用啊。干，我先帮你盖个平台啦，气死你！等下自己跳进来啦。你也没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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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没个啊啊啊啊啊啊！卡进了，等一下，卡进了，卡中文输入法。哦，好了，我是半颗星，等一下，啊，研修怎么盖啊？我很抱歉，我还是当那个刷怪塔那个好了，诱饵好了，我好像比较有用。嗯，也我靠，怎么叫三坐标啊？正一四正一五零。哦，他说地狱坐标。呀、yeah. ，不是啊，啊，不是就地狱碉堡就一个而已。他不是也来这边打过那个吗？猎人、欸。对啊。对啊，就地狱碉堡那个啊。对啊。哦，你没去过。哦，你没来过。跟着鹅卵石走，跟着鹅卵石走就好。对。鹅卵石就会帮你，对，只要你相信鹅卵石，鹅卵石就会帮你。你真的要帮我盖一个生怪塔、喔？就算你让你在里面挥啊，简易的啦，没有做到很好，稍微盖一下，没有那么多时间盖。我看 ID 跑过来了，跟着鹅卵石走。哦哟，不可以这样子玩游戏耶，猪人们。豆腐后面。啊啊啊啊！就他话最多。有没有很刺激？欸，豆腐，你的金全靠他了、欸。财富自由的密码。好了。哎，睡啦，睡啦！我要看的就是这个啦。你看嘛，就跟你讲说，你这些要挖掉铺石头，你不要，你就偏偏要留这座山起来之类的。等一下，我知道，我就当时跟你是这样讲。是我很抱歉，我对不起社会大众。我要死，等一下，我要死。跳进去，跳进那个洞里面去，会不会跑酷？对，这是我能帮你的最后的极限了。你在至少你死在里面，东西不怕不见啊！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他们还在生气哦，先跟你讲。好哟，你那也没有用啊，他们想打你啊。不能呢，不能这样玩，地狱好可怕。干什么？豆腐，你看前面那个黄色建筑物，那个就是烈焰神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啊？那栋很像鸡蛋豆腐的建筑物，好吃耶！你没看到吗？那里？这里？那里？这里。
有，他看到了，我安全的。我要干嘛？出石头啊，铲山。这只还在上面生气耶。太受欢迎也是一种罪。走，连挥就好了，那才慢慢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认真。有人问你说什么要填表单哦？后面还有人问要不要填的，可以填300秒。你是不是错评啊？诺英问你要不要去填表单？好啊，在哪里？好，你的名字，你的名字，隔壁的智障。好，我叫隔壁的智障。好，就这样子放出来。好了，感谢感谢。啊，抱歉抱歉，我不是无视你们，是他一直出状况，我害我没办法看聊天室。你们知道吧？刚刚猪人多少只在打他，我没办法看聊天室，抱歉抱歉，现在可以了。对不起。没有啊，他那天就跟我讲说。看一下隔壁的纸张，还是隔壁什么？なんで？为什么这边还是有猪布林？这边不是北红森林啊？你的简易刷猪塔四周没挖掉啊？对呢，白痴哦、喔！等下来跟着掉进去，不是 啊，没有，就是旁边这个，旁边这个也走得进去。好酷啊！等一下，还不就还好，我没进去。哇哦，观众厉害，观众厉害！对，谢谢谢谢你们。你的猪肉，你的烤猪肉，我的烤鸡肉。豆腐要回去了是不是？豆腐，你把金带走啊，金带回去啊，眼泪啊，金啊，烈焰感带回去啊，笑死！记得给米娅，米娅在哪？哦，有了，我等你好久了。嗨，米娅，另外一位台 V， 声音也很好听，唱歌也很好听。不要再继续问了，对我看到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有人再问就是给你们奔300吧。你来玩了，欢迎。我昨天还很担心说是不是无视到你，因为昨天也在弄这个，弄得很呛。应该没事了吧？你再出事，你现在不是手上有刀了，应该也可以下一只啊，对吧、啊？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讲，我是成熟的蓝莓了。好，手透了。未来 1.18 升怪物，我知道啊，亮度零才会升啊。哦，这样方便很多哎、欸。对于新手来讲很棒啊。天哪，我今天火力全开，笑死我了。
看谁要哭。哎、欸，你被打，你被打。啊？谁被打？没事，我安全。好好好好。不会。烧死你算了，你等下东西喷到火堆里面再哭给我看。啊！我真的觉得我不能乱讲话哎、欸。嗯。我只要讲话，我就会死掉、欸。你就会死嘛，对不对？啊。没事吧？你只要翘刺捡得回来，其他东西都搞得出来啊。没有，我现在就算。来炼神，炼神来打你，炼神来打你啊！啊！现在翘刺没了也无所谓啊，反正身上这个又不是菜渣了。啊，胡子的不是重要是不是？Hello Hello， 我还给他了，我还给他，我拿我自己备用的了。没有人在闹啦，是在提醒我，怕我没有看到表单。哎、欸，我打不到他，我打不到他。回去拿剑，拿弓，我去拿雪球，雪球对他有伤害。啊，真的、喔？真的啦。回家的路在哪？烤。哦。起来烤。啊、哦，对，我要去找那句你是在烤。哇，找一下，找一下。哇，那声靠好真挚哦，不能这样哎、欸。嗯。我的眼泪是这样子掉出来了。你是在烤，找一下哦。看下隔壁在干嘛？这个吧。哦，对对对对对。谁考？你们要看吗？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啊、你写的考哦。现在有超破坏平衡的复制物品，那个我就不想用啊。铁针那个吗？那个怎么还没有改掉啊？之前猪人复制的 bug， 隔天马上，哎，过几天马上改掉啊。那个铁针复制 bug 怎么还没改？铁针那个还在啊？还在啊。我以为要改掉了。我也希望改掉啊，不然游戏体验马上就没了。哎、欸，要立哦！等一下。哎、欸，怎么你走了之后就想来打我？天哪、啊，哭啊！哈哈，你有这一天啊，锁链的繁星。好了，我有功了。我都是生僵尸。嗯，要再改良一下，太高了。等一下怎么改哦？你要打我是不是？啊！等一下！哦，我要死了！啊！我活了，都没事。我被那个一起被烤，会冲撞的那个，他把我撞在上面。对啊，他就把撞我。你很喜欢吗？不喜欢。一起被烤。哎、欸，我剩下一半颗心在颤抖、欸，哎、欸，很痛。哎、欸，哎、欸，我来了。啊！干嘛啦？撞墙啊！米娅早，如果早点来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嗯、我们在地狱一个半小时里面，有一个小时都在保护他。哎、欸，蓝妹，你粉丝？啊，哪里？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射到猪人了，不是重点，你有射死吗？
我把他打死了，应该没事了。要我救你吗？哎、欸，啊？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我以为你需要被拯救、欸，哎，不用啊，没礼貌。怎么没礼貌了？我一片好心哎、欸。没有没有。继续砍三。嗯，又升了哎、欸。嗨。嗯。到底是哪一只间谍出在那边偷躲起来啦？有一只猪躲起来，边偷骂人呐、啊，所以他们才快一起打啦。你有这一天啊？这叫仇恨转移之术。不是吧？没什么。不是吧？没事没事，他们不打我啊，骂死啦。哦，真的哈、哦。嗯。骂鸡啦！你看我在他们面前跳舞都不是问题啊。机长啊，你 WiFi 啊，没事，这个我应该剪出来。这个很低能的精华应该剪出来。你看，啊，没事没事，来啊来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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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后面在里面挤来挤去，我都不会被打。我每个都摸一下，然后离开。嗯？怎么了？没事啊，没事啊，他们也不打我。对啊。那去别的伺服器玩了，拜拜。啊，对不起啦。你看，有时候就是要跟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跟友善的举动，嗯、我们就可以找到猪人这个朋友。嗯。很乐啊。哇，好开心哦。哎、欸，为什么这里会生僵尸？我刚刚僵尸生出来了。你敢骂嘞？我从刚开始讲说有僵尸，你都没在听是不是？你只在乎你的猪人朋友，有没有在乎过我？啊、我很在乎你啊。没有，只有菜渣而已，啊、心里只有菜渣，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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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菜渣，就菜渣。没有，我跟菜渣掉到水里，你会救谁？你们会游泳吗？我不会啊。我两个都救啊。为什么？我九级耶！怎么九级？游泳分十级，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现在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啊，所以九级能干嘛？我很厉害，我会、啊。就像浮潜讲的啊，通常会溺水的人都是会游泳的人。我不会，我有怀着敬畏之心。然后嘞？然后我就被猪人打。怎么打你？是朋友吗？我们是朋友啊。不行，骂鸡骂吗？是有时候朋友会有点会摩擦吗？对，我们刚刚是三、欸、可是看我们现在哇，跟妈吉一样，对吧？合逻辑吧。他们不会再打我了啦，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 DC 炸弹，终于啊，什么东西？没有，我想说我讲话你都不理我。哦，我在看东西啊。再过去就猪不灵了、啊，这边就飞鸿森林嘛，这边就会生猪不兽跟那个啊，然后这边其实也可以盖那个猪不兽的生怪平台，我们就有大量的猪肉跟皮革可以用。对，我们猪肉蛮缺的。对啊，等之后吧，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在这边穿鸡眼。好啊。然后去上面盖。打爽没？蓝莓，你打爽没？你要不要好好讲话？箭矢剩十一根哦，你要小心哦，不能保护你。我可以保护你，换我保护你啊。好。没错，不要去打猪人，我就可以保护你。等一下。我那时候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一个东西，他说万一为什么会打我？他啊，这一定会打人啊！你没穿金装啊？哦，对。然后可是我干嘛啦？他就跟你讲了，没穿金装会打人哦。没事没事。好，然后我讲了没？
好，你说。他说如果今天我失控的话，用这张符制住我，然后掏出1000块。如果这一张一张没有用的话，就用几多用几张，一定可以把我制服住。那个很好笑、哦。我也觉得很猛哎、欸，我也需要被制服啊。我今天还做梦，梦到我被那个超级留言抖内抖红地毯，然后我被吓醒。你知道土石心吗？你这个下面要那个哦。嗯。走啊，下去啊，下去啊。对、欸。嗯。你是不是拿稿子挥的时候挥到我？你在我面前，我无可避免。你要讲借过，你看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压到我了？哦、oh, ，那只可怜的兔兔哈，要补哈，哇，你要补石心哦，你那么多方块哦，好像没有，你是要考虑红地毯看看，不用考虑了，这还要考虑吗？哎，你干嘛蹲下？蹲下可以走路，要准备 A，、oh, 你是成熟的蓝莓了，我又不熟了，装熟啊。装手啊！嗯啥啦？一直嗯，我不能嗯，是不是啦？管很多呢，对不对？不会，你管不多，你管的还很少。投资成功，你要投资什么？一起啊，我也想要财富密码。哎，我这个都不告诉别人的，我只告诉你什么那个。啊那个什么安利不是都这样讲吗？对啊，什么老鼠会都，我是不会骗你的，这个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你看这个我看了很久了，这个一定涨、欸，我跟你讲啊，你有钱你去买啊，有钱在养我啊，那、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那些做老安利的啊会发财，那你发财养我啊，为什么要靠我嘞？不对，要一起赚钱，那你去赚，你养我啊！靠腰！哇，蓝莓，快跳，蓝莓！哇！这是什么？这就是叫做朋友的逆袭。你看，朋友就是这样子，友谊的，你们的友谊就是这么的脆弱。为什么？就是这么脆弱啊！等一下，我帮你把远方那只干掉。哎，下来。看我，不理我。喂，哎、欸，有一只猪叫做喂，好可爱啊！我叫喂。他刚才喂叫了一声，很可爱。喂。喂。那是猪人在上面搞事啊！好摔死。上去再补一下。把敲到头。不要再说我坏话了啦，我没有啊，不是啦，我说猪人啊，就在地狱这边干嘛？就盖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啊，这样比较好找凋零啊。啊，怎么一直生僵尸啦？哇哇，狂生欸，哇哇，等一下，为什么这边会生僵尸？地狱其实有低几率会生啊，就是猪人僵尸猪人就是等于是地狱的那把现实的僵尸啊，懂吗？嗯。被敷衍，哇，狂生欸，等一下啦，只生僵尸欸，这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盖错了？没有盖错啊。我为什么会这样长这样？我怎么知道？刚狂生猛生欸，我在上面看得很开心。还有呢？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呵呵呵，啊，其实差不多了，嘿，好了，我回来了，你回来了，我说好，我说好，怎么了？啊，没有，我妈叫我吃水泥，哦，可是我不想吃，等一下再说，你有。
看看我曾经死在这里，就是这个该死的方块，还有跳不起来。所以地狱在这边干嘛哦？烤窑，嗯。但其实这边东一块西一块，最后变平会比较好看路。那就铲吧，用力的铲。哦，第二颗。对啦，好啊。哦，好诶。我才打到四十等诶，我记得我原本才二十几等诶。谢谢你，我蓝莓。不客气，不客气。No， 在这边装备从来没有坏过哎。而且那天不是蔡大在那个地狱背一个隐形的东西打？对啊。我看聊天室第一个反应是说，只有繁星会用隐形药水。我说，干，我的信用是多差？我明明没在线上啊。你没有在啊？你有什么？是要先盖刷凋零花吗？没有吧，我没有想要盖刷凋零花的。凋零花也是长凋零怪吗？凋零王杀死的生物，会有那个，会才会产生出凋零花。哦。所以那时候说要盖在中介啊，中介用是用生怪那个安德森怪塔，这样就可以生凋零出来。不、嗯，很多凋零花，可是我那时候在隔壁，我昨天不是说今天要去盖我们的那个吗？那个伺服器生存、啊，因为今天是休息一次。哦。对啊，因为我在那边，因为那个伺服器防爆，所以随便盖随便有。啊，因为凋零它除了基岩以外，什么都会破坏，黑曜石也会破坏。嗯。对，所以那个盖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哦、嗯。你看盖不好，它跑走，我没有浪费三颗。你说亏不亏？亏嘛，很亏啊。嘿、hey ，我今天看在逛那个材质包，我看到有人把那个凋零怪的改成那个三颗龙圆头，就长得我看过啊，那个有看过啊，这长得有奇怪的，好可怕、啊。没发现防爆可以盖成？可以啊，要利用那个折药门，把那个凋零卡在折药门里面。那我们没防爆，不就很难盖？对啊，所以要盖在折药门啊。就只要门那个小洞，那边可以盖那个，可以把凋零怪卡在里面。哎、欸，对，那我问，如果有防爆的话，那我假苦力怕炸，我的东西会不见吗？嗯，不是啊，你防爆的话，你东西不会喷的啊，你在怕什么？为什么？防爆是不会破坏地形任何东西。哦，白草。啊、哦，会，抱歉、哦，我以为是掉落那个防喷。会啊。哦。可是防爆的话，不就不能用那个村民繁殖的那个吗？对啊，所以那时候一直就是说，如果的话可以就是体验原味的，什么都不要开，因为有失有那个啊，有失落感那才好玩。好难过，真的超难过。那这样子你才会不会怕？你什么？你看啊，要回家，我们去跳岩浆，直接回家这样。那个感觉就很差很多啊！你手把手走回家的感觉不一样。啊，你笑，我不帮你打了。哎呀，对不起，我来帮你。哇！你不是有弓箭？啊，对哈。你还会什么？我还会笑。还有吗？没了。幺零。凋零，打啦！打到他妈都不认得，哈！爱死了！掠夺啦！你是低能哦、喔，我面壁，对不起。掠夺啦！哈！啊！你还会什么？你说啊！
你说啊，我走过去打了，你还在给我用弓箭射打你，我还会饿，你知道吗？没食物了啦，哎，射一下，射一下啦。我有食物，我等下分你，我等下分你。打到饿了，白痴哦、喔。哎呀，没事啦，我等下分你吃鸡肉，还有我好像还有猪肉，你等我一下。有啊，你没有烤鸡，你刚刚的遗物。嗯，猪肉后面给你吃。怎么那么多？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优越是另外一个优越啦，这个优越是隔壁台的优越，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优越。咦？嗯？没有。拉拉又死。哦。阿小。阿小。阿小。哇。哎、欸，蓝莓！啊，完蛋了！你的粉丝？哎呀，小白！不要回太快，不要回太快，你砍不死没有用。啊！你不是略，你不是不死五吗？对啊。啊，你还没有遇水吧？因为会这个原因。哦。为什么会跟凋零有关？什么凋零？蛇药门不是中间哦，不是啦，那个凋零王会破坏那个，会破坏那个什么黑曜石，所以如果真要卡他的话，是要用那个鸡眼卡。没，这一下啦，啊、没。来了。在刷凋零头，我们现在在盖平台，他应该没在看。一个大平台。哎、欸，又生气了，蓝莓。嗯。又在生气了。哎呦，不要啦！我很抱歉。我进去。OK， 哎、欸，米娅还在吗？你有去抽啊？明信片你有抽到吗？看一下哦，现在没有人动。我是从教主这认识诺诺的啊，真的假的？所以其实我这边是两个优越才对，哇哇！原来我是这么厉害的人。哎，有一只凋零。你没有掠夺吗？有掠夺就打，对啊，那你就打。哎，这只有吗？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从隔壁来认识我，哈哈。那时候主要也是跟有一次吧，跟诺英有聊天，就真的是很突然，很突然。像比如说，突然一个很没交集的，突然发现你们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就会聊到彼此的事情之后。对呀，所以从那次之后才会常常会提到他，跟他玩还是什么，因为想帮他，懂吗？怎么讲？毕竟别说是诺英啊，其他台币好了，一定都会想要曝光知名度那些。你好了没？
在被打哎、欸。啊啊！来吧，等一下，先把十字狗放这里。对啊，所以反正那时候没有接触台 V， 是直到开始有去关心这一块的时候，才会开始慢慢看，所以才会认识到。因为我那时候以为诺英是麦块界的，然后就发现完全不是。因为我以为我们只会跟麦块界的玩在一起，然后后面是，这就是大家介绍这样认识。因为那时候也讲啊，其实我很怕死人，所以那时候如果诺英来打招呼，我也是其实招呼打回去也不太敢讲什么。哎、欸，他关台了，哇，废物！废物，你怎么关台的？废物！你要死了是不是？你又在被打了，你又在被打了，哇！加油，来，这边排队哦，人都有机会哦，来一，干嘛？一下一只啊！哼，啊！为什么你会烧啊？谁在烧你啊？啊，有燃烧的剑是不是？啊，你怎么来打我啦？我来打僵尸，我要经验，我需要经验值，我搞要爆了，搞爆了！等一下！你是从我这边过去的，哇塞！那其实，那他真的要请我喝饮料，而不是我请他喝饮料，哎。你用饮，我来了，好大，好大！你在射猪人啊，你在射猪人啊！小白呢？好烦哦，又被扎一个坑。我还有啦，哪里？外卖地队有了，三个凋零，四个凋零，醉啦！掉什么？我要被 A 到死的，这游戏是不是排挤我？不是排挤你啊，那叫霸凌。诺英 ，Hello， 分手谁？你要跟谁分手？你要跟尼亚分手吗？哎、欸，十点了哎、欸，先生，我们盖那么久了。我是小姐。先生。哎呦，不要再生气了啦！哎、欸，我没生气啊。是你啦。我生气给你看哦、喔。不行，对不起，不很抱歉。我跟你讲，就是上面那只在搞。哪一只？我就 A 他。我在敲刺呢。想一下哦、喔，我应该还有哦、喔。等一下，我去补个地板门。我想要把它用在衰落。诺英去死。上面那只是不是？好，我要上去了。来，我要上去。哦，你上去，你去死。我下来。你去死。我不要，我回来了。哦，不要再咬了哦。没有，因为我要补这个压力板。骗他们说这边可以走，去。不然就是可能在这个平台下面有一只卡在下面吧，懂吗？嗯。欸、真的哎、欸，有几只是卡在下面的。等一下哦、喔，那这样我知道了。好，我们盖个路给他们走出来。我看一下哦、喔，好，就是这里了。劝你好好说话，再见。不要给你，你住手！我喊什么？小仙女，不要生气。嗯。你走这边。对。嗯。刚走过来。谁啦？诺英不要生气。哎呦，不是啊，今天就是在喊你的时候，我就被朱布林打。哎呦，
啊，深思更见了。嗯，我叫你存，他们好生气哦。对啊，叫他存。哎、欸，我看到他最后把头贴改成他的嘞，蛮开心的，不是我的了。嗯、我只是想盖入，怎么这么难？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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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完就走了。哎、欸、哎、欸，有两只，有两只那个。没有，为什么？哦，没事。干嘛啦？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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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小意思小意思。嗯，补到哪了？这里。啊。嗯嗯嗯嗯，看，至少今天你看到的画面不是钓鱼的。不然那时候该了几次都说，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是钓鱼嘞？不要。再给了，存下来，叫你存。诺英怎么了吗？哦，我说他是猪人，他不开心，我很难，我很抱歉。为什么哪边啦、啊？地狱怎么那么骚？我叫你存，我叫你存，我去翻那个影片出来给你们看好了。我、哦、这边不好搞哎、欸，这边都飞鸿森林。哎、嗯欸，你又生气了哦？他们又生气了哎、欸？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关我屁事哦！等一下，等一下，我换个稿子哎、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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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繁星要找那个影片是你在哭哦，有我已经找到啦、啊，是这一部啊。看呢，有人在射我。好，你不是诺英，你不是诺英，诺英没你那么丑。这部啊，路人走心，没有啦，好啦，不要欺负他啦。嗨，哈，嗨，你没一刀挥死就是你死了、哦，你赶快跑、哦。哎、欸，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一刀挥死，有时候你要跳砍，你要跳砍。如果平砍一刀死的话，那应该你不要往前跳，你原地跳就好。你往前跳，你只会被打。我被关厕所。哎、欸，诺英明天打。你明天巧克团玩什么、啊？我忘记了，狼人杀吗？好像是哎、欸，在盖什么生怪平台？没有，单纯只是也不是生怪平台，就是让地狱好看平整一点。你看，其实都是凋零平台嘛，我就是猪人平台。哎哎哎哎 ，Hello， 哎，不是来了。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哭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哎，我好累哦。我也好累哦。我怎么又在追你了啦？你可不可以一刀给他死啊？我也不知道，我跳起来了，有了色。
以后我知道我缺金的话，我该怎么做？我那时候就讲啊，只是在地狱打比较快啊，干嘛去挖？啊，十点了，差不多了。你要多少建材啊？一组半砖。可是我想把那座山弄平。弄啊！快弄完，不要再被打，应该就没事了。赶快去找如何逗女生开心的方法，这种烂问题。要挖什么？啊？在挖啥？挖痕迹哦。挖痕迹。我前面没空在讲。哦，不要再打我了！哎呀，是没妈妈是不是啊？没妈妈在叫你哦。没妈。等一下，那我换一个，等一下，哦，哭啊！哇，引诱你参战。对不起，引诱你，对不起，我不该来地狱了，我不配玩麦块，等一下。我该怎么办？没妈妈，你要不要回家了啊？先到这边了啦。不行啦，我怎么又给我们班装补啦？我没有了。我也是千百个万百个不愿意啊。我看你很开心呢。我没有，我很难过，我想把这个山挖平。我现在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一直被猪人打啊！不要打我！哦！因为我隔壁，我不知道怎么叫他，完蛋了！我的樱花树精灵生气了。哦，那就是你的问题啦。对啊，怎么办？个人生活更难。我等下准备一组绿宝石送给他。可以，他应该会很开心。你可以送他蓝色龙源，不对，你们那边有养龙源吗？他们那边有，什么叫我们这边啊？我没在他们伺服器啊。我说，就是你们。他们那边有养啊，他们那边有养。哦。哎呀，啊。我觉得明天我会被追杀，没事啊，我只要开场跑离弄赢就好了。好，离他远一点就 OK 了。啊，诺英卖兄弟。想到等一下要吃中药就好烦，中药不好吃。对啊，我是喜欢闻啊，可是要吃不下去啊。
期待精华，你说今天这一部嘛，我不知道怎么剪欸，很累欸。对不起。剪得很心，会很心累。对不起。我很抱歉。在嘴贱啊。我不应该讲话，我不会玩这游戏。应该是麦块的狼人杀啦。你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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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死了。还敢打字哦、喔。哎呀。这不能怪我、啊。哎呦，不要再来了，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完蛋了啊。啊好痛啊啊又来了更多了啊。我去租人他。那边好像比较适合我待。啊啊怎么又坑坑巴巴啦。我不能啊，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啊。我比你更难受啊，看到就不舍不得，我有烈焰神的啦，又有猪人的啦，哎呦，哎呦，给我见识，给我见识。好啦，差不多，我先去观台啦。肉都吃完了，哪里呀、啊？耶、yeah ！我走回去了、喔，我放你在那边了、喔。哦，好，你去吧，我想把这边挖完。录音在听歌哦，呵呵。剪辑什么剪辑？没有，其实我今天状况也不适合开台啊。啊，很累。啊、哦，才知道加入的游戏。哦，交棒了，交棒了，啊，离开了，回家关台了。金姐，好啦，我这边关语音了，就是这样吧。啊。今天本来一直在思考有没有要开台啦，因为如果今天没有轻松高效的话，我还在想说要不要休息，就去挂那边听那个听开讲。那结果想想啊，好像也没我的事，开个台好了。碰对啦，哎呦。不好意思啊，啊，放哪儿？这里，这里，两颗头了，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地狱的行程其实有点惨呐、啊，也辛苦蓝莓啦，谢谢陪我去地狱弄那么多，不是，就真的麻烦是麻烦在平台好盖啦，身贵牙齿不好盖而已，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记得看华叔，对我先打开，我先去 Google。罗辑居503吗？我
对，503。哎、欸，不对，502，503是什么？502。好了，感谢各位啦，那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